继续来看的是嘉义玉山胡伦社联合嘉义地区总共十二个胡伦社，日前伫咧嘉义市文化公园举办的世界创造希望中加收集学生组合行动国际胡伦资深音乐会，以音乐和动人的歌声来安打人心。这场资深音乐会得到侪侪的社友和企业响应，在会中募集100万，将透过嘉义市政府教育处来作为在地背景国中给收入好学生的奖助合计。世界创造希望中加收入学生组合行动国际胡伦资深音乐会日前在文化公园温馨登场，初头演出的玉山胡伦工业乐团虽然不是专业的表演团体，但是每天都会带来工业演出，为社会加添温暖的力量。这次音乐会的募集超过100万，将作为嘉义市北京国中清寒学生的奖助学金。在短短时间里面，我们这么多的社友跟前社长们能够支持我，还有尤其我们的 Reading 总监能够大力的支持之下，我们能够募超过100万也达到我预想的目标，给我们一些需要的学生的一些小小的一些帮助，让他们安心就学。好的事情就是一直延续做下去，这个才是会叫做一个好的计划。那当然就是说今年是为世界创造希望，那我也相信说这个 Tony 的善举可以抛砖引玉，可以更多人可以一起帮助这样啊。那也祝福今天的晚会大会成功。好，谢谢大家。嘉义市教育处长郭添财特别代表市长吴炳辉到场致意，感谢国际胡伦社为社会注入暖流，为需要帮助的家庭带来希望。咱头拄好看到所有的颁奖超过100万呢，这是非常不容易的，尤其在现在的这个环境之下，大家都踊跃的捐书，能够未来我们这个曾社长也说会到教育处来，我们一起研究对于我们8所国中将来怎么样好好的运用这笔钱来助学，让我们嘉义市的小朋友都能够安心上学，不会受到任何经济的影响，那么这是非常重要。新的进入第25年的嘉义玉山胡伦社，现今的社长曾金董是建设公司的头家，社员来自各行各业的地方精英，包括教授、医生、头家、建筑业者。因伫咧事业有成之余，积极回馈地方，热心公益。成立玉山奖学基金会，特登捐助超过170万互弱势家庭的学生。另外一段嘉义音乐的社友和夫人，成立玉山胡伦工业乐团和玉山美声合唱团，定期举办工业演出，为社会注入暖流，为需要帮助的民众带来希望。最新新闻，就丁顺王秀山嘉义市采访报道。This is a shakedown. Order up that beat just like it's takeout. Show me you got soul inside those new shoes. And you can rock and roll with an attitude. So good, so fresh, just the way you like it.